如何混进战神招募队伍二？先发制引。你们先别问我有没有卖啊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这把我能不能使尽全力带你们吃鸡？可以。9.9的 KD 啊？没得问题。好，来开走，走起。玉莹环聚，大家好，我有卖。你哪里的兄弟？我东北的。东北的？东北哪儿的？哪儿旮旯的？请问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？我就想打个游戏。有，那你走吧。有什么要求啊？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。你们干啥？找 CP 啊？不找。那干啥呀？啥也不干。不干啥？为啥撵我走啊？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原因。你是几号啊？你敢不敢告诉我你是几号？你敢不敢告诉我你是几号？咋的啦？你想咋的？你想咋的？咋的？我为什么？我带你吃鸡呗。咋的？我带你吃鸡啊？你告诉我你几号？来，你告诉我几号？我跟你告啊，别惹我啊！一会儿进游戏，你要敢在我面前，我绝不允许你被打倒。来，你告诉我你几号？来。怎么的？准备。怎么的吧？打不打？准备。舍我其谁？大家好，我有麦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哪一位啊？玉树临风，张天成。好了，那把他踢了。受宠若惊啊！不会是因为我长得帅吧？我们不颜控，长得帅不帅的没关系。谢谢。关键那也看不到啊。你是第5438个觉得我声音好听的，谢谢。你想多了吧？5438个。毛遂自荐。有麦，很清楚。KD 0.9，跳哪都可以有。跟着队长走，莽人第一冲，上分草里狗，上午六击，下午合计。至今为止，自闭城里面还没有遇到对手。一话节目，我不是来谈恋爱的，我是来吃鸡的，咋的吧？我就想吃鸡啊。嗯，是谁？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异地金牛叉誓言。异地金牛叉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啊？什么？异地金牛叉？那行吧，那我们是谈恋爱的，你走吧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